还有台湾还有个办法给我拍的，我和亚诺啊。哎，还有你，哎，还有你。怎么换主板啊？那干不了那个了，干不了那几个。不是给你换完了吗？主板？只能干一个，还有一条了，就不换了。现在也没问题啊，现在再说换老长时间了，真没料了是吧？你再弄根料，现在地主人后边还有嘞，这他们非得焊接的时候，流量啊，他们焊一大堆，什么改不了？之前干的吧，你洗了洗的洗的不好，他懒，他想洗那么便宜啊，焊行了，咱都干啥弄这活嘛？嗯，就是尺寸不对了。这什么问题呢？等会我再看看吧，我再给你回复一下，好吧？行，要我再看一下吧，好吧。好好好，好嘞。好好好。